第一次见斯坦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疯狂吧，每天都在打，就是他也没玩别的，就一直在练，一直在打。我觉得斯坦林他首先对自己从来不会降低要求，他不会乱看网页什么的，就是。我觉得 IG 最强的地方在于我们能适应所有的战术，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英雄我们都会去用，都会去尝试，所有的套路我们可以都可以去复制它，然后去学习它。我觉得430，这五年一直在 IG 打，是我挺佩服的吧，因为很多职业选手都是这么多年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吧。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一个挺大胆的人，比较刚，然后当然这和他技术高有关吧，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不怂的人，在游戏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吧，感觉 TI1 TI2 仿佛都在昨天一样，一下突然就到 TI5 了，感觉时间过得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间已经过去了。 IG 和他之间已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了。我们人员一直在变动嘛，就是，但是斯坦林从来没有离开过 IG，IG 也确实很需要。IG 在我心中可能就代表了 DOTA 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队伍当中，一起最难忘的经历当然是 TI 夺冠。我相信所有的人，所有的队伍，如果 TI 能夺冠，这都是他们最深刻的经历。兄弟啊，这个 TI 是打一届少一届，希望我们今年能够打漂亮一点，然后继续一起并肩作战吧，这样。